年呢，我们都会来烤肉，然后今年一样，我们来到那个大家和平公园，然后我们来烤肉，哇，一样，我们姐妹都会准时到，我们都会有约，好开心哦！我们今天一样，先烤鸡翅，烤香肠，等下还有很多美食可以烤。然后这里的那个广场，你看，这是我们在高速公路底下，所以不会怕下雨。那下雨的话，也就是会喷水而已，真的是。上面有高速公路可以打。哇，你看，你就来哇！你看，有你的那个怕大火，会怕它烧焦，不会啊。Thank you.